农夫或许没有假日，但是半农的我啊是有假日的。今天是假日，所以就懒洋洋，也不想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。但是今天可能要去看一下我的这些叶菜类的植物，主要是因为昨天下了一场短短的暴雨，看看我的叶菜类有没有被击溃了，所以等一下先要去看看叶菜类，然后顺便本来下午要去，昨天下午要去包的百香果没有套袋，顺便去帮它套一下袋，然后捡捡鸡蛋啊，这是今天的早上的工作。那今天的影片主要也是拍摄这些过程咯。好了，我们要去工作咯。大家好，捡完鸡蛋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木瓜啊，原来判定可能死亡的木瓜了，是没有死的，还有长出了嫩叶。那从这边我们很明显的可以发现，其实在木瓜矮化要失败的机会其实也是不大的。那这边可以看到，昨天虽然下雨，但是因为它已经凝结了，所以看起来是还好。那它因为被折断了，所以它侧边呢开始发芽了。那这个芽你也可以让它留着，因为这无所谓。那这一颗呢是比较完整的，所以它不会有侧芽。那这个有侧芽的部分呢，我们再研究看看是不是要把它剔除。那另外这一颗呢，感觉上就不错，它的整个防疫机制呢都已经完成了，那也就是说它比较不会再受感染。那这个已经顺利长出来，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树梢上的已经转折向上，所以这一颗是确定可以活得很好。还有一个是原来最小的这一颗呢，我们也可以发觉它已经侧长的新芽是往上，那这都是一个成功的象征。OK， 我们木瓜就先看到这里咯。这是苋菜区跟我的所谓的这个应该是芹菜。那苋菜呢下了雨以后呢，能够存活的寥寥可数。我们再去看其他两个区块。这是咱们的莴苣，还不错，存活力还蛮高的，显然是比较没有受到大雨的冲刷，所以长得还算不错。这边是我们的空心菜，也还不错，几乎没有被雨水打了就挂点，整体上来讲都还不错，所以三区里面呢，只有一区呢，影响比较严重，今天还是要继续采收我的辣椒，因为辣椒只要红了就要先采收，那不采收的话浪费它的养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来采收我们的辣椒咯。这些百香果今天没有包完因为我袋子用完了，那还有最少我现在看到还有三四颗吧还没包到的，那我想我们下次再来包它。那我们要去关心一下我们原本在种植的百香果苗是不是长得很好。那由这边看到这两颗呢还不错，那前面那一颗呢它已经顺势上去了，那搞不好今年它就可以协助生产了。今天的百香果就先介绍到这里，那我们下次呢再来把没有套袋的百香果给它套袋。 OK，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咯，拜拜。